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近年来，国内短视频的火爆有目共睹，几十秒的小视频将最抓人眼球的亮点融入其中，虽然掺杂着一些质量堪忧的内容，但受众仍以惊人的速度上涨着。当短视频与跨境电商相遇，与独立站引流相碰撞，做好短视频营销就能抓住顾客的心。有研究表明，人们比起以往更喜欢在购买产品前先通过视频来对产品进行研究，希望借此得到关于产品功能以及使用方法的确切答案，并且近 65% 观看产品视频的用户会马上点击视频附带的产品链接。基于短视频的种种优势，它逐渐成为讲好品牌故事的渠道。对于独立站卖家来说，短视频营销到底要怎么玩？从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来看，短视频的内容集中在达人分享、美妆穿搭、产品测评、搞笑模仿等领域。视频通过观看、分享、点赞、评论和关注等行为构建内容与用户之间的联系，而品牌则通过拍摄、音乐、创意、互动、炫酷的视觉呈现等方式吸引用户的关注。电商短视频营销攻略01，熟悉各平台的规则玩法，没有短视频营销经验的独立站卖家不要盲目地开始拍摄制作上传短视频，首先要了解平台机制，掌握平台玩法，分析同行竞品在该社交平台的内容布局，再做内容的规划。只有掌握其中的技巧，了解竞品如何布局营销矩阵，才能更好地进行短视频营销，推广效果会事半功倍。02，内容定位很重要，内容定位在任何一种营销渠道推广中是最关键的指标。短视频就像宣传海报一样，想给消费者传达什么，视频就需要精准地在短时间内表达核心内容，以吸引到更多的潜在顾客。短视频的内容策划与表现形式要契合产品特性，并与品牌调性符合。另外，营销的表达方式也需要创新性，避免落于俗套。只有与品牌相符的内容定位，后期才会输出有变现价值的内容和积攒大量粉丝。03，视频内容本土化。作为独立站卖家，在做跨境生意时，想要让视频在当地的推广效果好，必须符合当地消费者的观看习惯和思维模式，所以卖家在拍摄中场景布置、配音、价值观都需要足够本土化。如短视频中需要展示产品的操作流程、性能测试等，人物最好是选择目标市场的当地人，给关注带来亲切感和真实感。04，打造与品牌相符的网红IP。 独立站卖家想打造一个品牌，除了外聘网红，还可以打造一个专属的 IP， 这个 IP 可以是自己人，例如团队的灵魂人物、公司创始人、 CEO、 网红。将这个 IP 的风格与品牌调性紧密结合，可以给用户塑造一个接地气的形象，让用户能感受到这是真实存在的。05，控制短视频时长。独立站卖家在制作短视频时，视频时长也要控制好。短视频适合用在社交媒体上来营销推广，但建议不超过 60s， 既不浪费观看者过多的时间，也不因为视频容量过大而难以加载。 60s 左右时间能够获取客户最有效的注意力，也给客户最佳的观看体验，提升营销效果。06，短视频营销注重连续性。相信跨境卖家都知道，营销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坚持不懈，才能逐渐被消费者关注并主动传播。因此，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短视频营销，还需要注重连续性，既会看心情更新。在规划短视频内容的时，需要规划好发布视频的频率及时间，培养粉丝粘性的同时，也是拉近品牌与顾客之间的距离。07，做好客户互动与评论回复。在运营电商短视频的前期，卖家可提前安排专人进行社交媒体运营，如社交平台发布短视频后，有粉丝在视频下进行评论，亦
应及时进行回复，以促进粉丝二次回复，视频的评论数量也会拉高，平台规则也会将此视频判定为受用户欢迎的视频，增加展示的机会，卖家也能因此与粉丝保持良好的互动。08带货是短视频的最终价值，在发布第一个短视频时需要规划好内容，如果能让第一个视频成为爆款，会给之后的营销推广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果前三至五个视频数据反馈效果不好，卖家需要对视频的内容展现形式进行复盘，及时调整内容展示策略。只有当发布短视频的账号成为内容足够优质、稀缺、粉丝量多的高质量账号，才能实现电商带货。此外，卖家还需要定期做数据分析，包括短视频在各平台点播的高峰期，哪些类型的视频更受欢迎，客户对短视频都如何评价等等，根据分析结果去优化短视频，提高短视频的营销效果。在短视频备受青睐的时代，短视频营销是独立站卖家可以利用的一个非常有效营销方式。上面给大家分享的短视频营销技巧，希望能给独立站卖家带来不错的营销效果。